兄弟们，你们家女人也这样吗？下次袜子能不能别到处乱扔？袜子和内裤要分开洗，你知不知道？知道了。你以前也这样吗？开门啊！啊！哎，我去！嗯，你咋来这儿了啊？你今天怎么没来找我呀？我找你干嘛呀？想干嘛就干嘛嘛。过去，你疯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趁江晚现在不知道你，马上给我走，听见没？你女朋友叫江晚呢。大过年的别给自己找麻烦，听见没？赶快走，走。江晚，江晚，干啥？前女友。前女友，前女友。啊！进来吧，快！干啥？你干什么你？我不是我。说吧，啥意思？大过年的。对呀、啊，啥意思啊？我这次回来呢，就是准备把金蝉抢回去。你准备好了？你换个话题吧，你抢不走。这么有自信啊？这不是自信，是信任。我信任金蝉。对。我也告诉你啊，别总白日做梦痴心妄想，知道不？分了就是分了，回不去了。你是不是没找着更好的替代品啊？啊？怎么的？那个，我怀孕了。怀？等会儿啊，你怀孕了跟我说啥呀？你的呀。什么玩意儿？我的不是我的，江晚，我跟他分开三年了，咱俩分开三。金山，没事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个小浪蹄子，你大过年找不痛快是不是？怎的？你还要打我呀？啊，我打你怎？哎哎，坐下，坐下。你跟他起什么劲儿？你出去去，起来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我出去？这是我家，你说凭什么？你什么你？赶紧出去去！我没有地方住。你没地方住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赶紧走去。去去快出去。我一个孕妇，你们让我出去住，良心都有底线，能过得去吗？你们都不带得好的，站住！干啥呀？啊？你就在这儿不待着，衣服你要敢脱一件，我全给你撕了！去去进去！不是你让他住这儿干啥呀？那怎么办？大冬天的地这么滑，让个孕妇出去找房子？他不自己找，谁给他找去？你呀。我啊，你今天必须找到，去快去！不是你惹的事儿，赶紧去！我哎呀，去吧你，今天必须得找到。啊，辛苦。